大家好，我是不爸。12月16日，今天呢，台彩发行了今年度最后一批刮卡，总共有两款，都是老面孔了。一个是欢乐冰果，另一个则是百万年终奖金，由这两款来为2021画上句点。第一款来看的是欢乐冰果，每张面额100元，中奖率 32.99%。头奖30万元，共有5张，每本固定会出现的奖金为500元，大概一本会有3张。这款是少数的百元款延时型刮卡，是我个人会常买来玩的一款。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这一款吗？来看看我们的号码有什么，28 7以及30 13 19，都没有诶，11 9一号，14 10 27，哇，来整理一下吧。看到这一张，它的英文代码呢就是 HUP， 没有中的英文代码。刚刚十号还没刮出来的时候，以为中了三角再一个25，就有可能中了这一个10000元。后来单纯只是我自己想太多而已。第二款百万年终奖金，每张面呢是200元，头奖100万，中奖率 33.72%， 然后应该是为了呼应游戏主题。所以它的头奖为100万，张数增加到60张，虽说较其他款式多了不少头奖，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有办法中奖，只是希望大了些，机会多了点，资金控管还是得做好。接着我们由游戏一开始。钞票的符号就是金条的符号，没有。游戏二要刮出奖金000，然后游戏三这边幸运号码来对号码，我的幸运号码是11 12，没有，都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最后游戏四这边3个相同金额，哇！所以看来是没有，整理。这张的英文代码呢，就是 WOP， 没有中。今天12月16日新上市的两款风光刮卡，有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来试试看。购买前请务必衡量自身财力情况，切勿过度投注。最后祝大家刮卡百刮百中，身体健康平安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按赞支持鼓励。感谢收看不不不爸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